百块有无？好食哦，马祖边哦，对哦，来，五个了，对哦，300块，干杯！这贵这么贵呢？不贵拢起价呢？这还靠进口呢？来，不紧啦，你唔捌食啊？啊，够冰的啊！来，我讲啊，五个啊，去，坐倒食看卖。哦，趁着机器是起在退钱，你若好食，连做无300块，只两三四五呢，坐一包，开200了，你来，200块，对哦，贵下班。一袋面你个三四十块尔啊，对哦，200块多，好食呢，包正滴200块，对哦。我以为下班你无在边啊笑啊，这规日拢包这也无饲啊，准备收这么多只啊，对哦，200块，好不好？200块，总有啊，200块包了，一包蛮矮啊，无饲人去称啊，用这个滴200块尔，哇，有啊，好，来去，我来煮个饼包哈，来。啊，春节过年啊，是要食啥个？点解我后边个饼了哦，来。三十样肉哦，来哈，鸡排好来，然后变这哈，要食三加简单哦，好来，嘿来，啊，一般到底有人卖无啊？来，这下你买200无，我去几只看，好不好？一只200，两只200，三只200，四只200，五只，六只，七只，八只，九只，十只200块，好冇？第一只200，第二只200，十三只200，十四只200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。十九，我未停呢，200来，一十块，啊那收济哦，啊未问200来，啊未200来吼、哦、来，一过十块尔吼，二来吼，四来吼，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，啊十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吼、哦、来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20、200块，猪汤啊，这个猪汤没得吃，没得甜，没得嫩，对吧？200块，对吧？好食呢，到外边吼来，鸡肋挂鸡脚挂啊，一尾两尾吼来，三尾两百，四尾两百，五尾六尾七尾八尾九尾十尾来，再个150哩啦，哦，袂客气啦，好来，坐啊，好来，现在吼来，好来，要这个啥？那个海蛎包装价，对吧？两个人给啦，300块给我，这无俗啊，这即马在遐在蛎包都卖足贵，排到一张块200几块。能不能来500？来上价，唔免500、400，开300，300块，啊，拢我哩500就起啦，好不好？就俾你100块尔，对不？是咩咩事啦？那几包足贵嘅，干嘛？太多，你冇再讲啦，500只啊，啊，你咩啊？我是卖两个300啦，啊，一个拢500块啦，就起啦，要收啊，凊彩啦，对不？我到这里也贵啊，是我咧卖，你卖哦，500块，对啊。你这无得卖啊，这鱼也卖你上是无青呢，这种很老啊呢。这个鱼你要蒸，你要煮汤，你要炊拢个，把足球把足弄啊，对啊。这只拢500块，敢收贵哦？哎，我把刀放下来，这鱼本身就贵啊，无上路样哈。来，啊，春节啥套餐哈？来，这鱼板要吃哈，这鱼板、鳕鱼板哈，来好来，包一件都来，再来几包，要吃鱼板无？200块。这是人家这等于做这七十来个炒菜，全家拢好，对不？开100了，100块，对不？鳕鱼板这算你的鱼板在做呀？这人家做火锅了，那鱼板啊，吼、哦，来好吧？你到咱火锅店叫包小安三地，给你给50块，三地呢，对不？来，全部这变火了，现价100块了，不？鳕鱼板这算你的鱼板在做，在炒菜，在煮火锅，在全家拢100块，对不？鱼板多加切切啊，球球啊，吃起味100块，对不？算你鱼板100块，对吧？100块，要吃鱼板无？最好吃呢，找个咸点是，哎，一块买无100块尔，对吧？鳕鱼板呐、啊，100块，拢有啊哦，100块。无你两个买无，两个买100块无？无你两个分得，多食只个啦。啊，无来哦，今个18哦，来，我应该分哦，来哦，来。什么？啊，来，这我把列起来了，今天啊，哦，来。变好热哈，两只300哦，哦，啊两只300，好来，啊存在两只未上啊，啊，哎两只哎四只我不都收个呀，对哦，来，准备就做迄个鳕鱼板嘞，100块了是不？这鱼板你差不多切哦，你要切一个叉菜了，对哦，100块喏，要叉菜要摊煎要煮火锅拢好啦，好来，100块好来，100块啊，鳕鱼板哦，最后个存在三下卖100块哦。最后两个100块鱼板，没有，他才全家拢来100块，哇哦！对啊，你看我，我白白人买100块，
对吧？好啦，哎，来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安尼，哦，来，都听我，你免烦恼，哦，吃好欢喜，来，三百，一杯三百，你别，你别话这。